种车，不过这个应该是奥迪，我倒是没见过奥迪。嗯，反正我的印象里的奥迪就是那种，那个传统的轿车的样子。这个比较和我印象中的奥迪不一样，懂车的人就看了，我不懂车。嗯，反正就是随便，在这里等车，不等那个牌号，我这109号，它到80多号，在且等。嗯，这个一堆门口停着一堆车，就只有这一个空位还是人家占着的，估计是，这个我认识，这好像是宝马哈，这都不知道是个啥。这我知道，秦唐元什么的那些那个朝代的，好像都是比亚迪的。这个是吉利，应该是吉利，我也不知道，吉利那好像有颜色的，有年头。我还有甘肃的车呢。对对对，这才是我印象中吉利的，都带点颜色。这个什么车牌？太无聊了，努力等车。这有一个空停车位，竟然有一个空停车位。这个我认识，丰田，那个广汽本田。怪无聊的。高速公路有什么东西？所以说红旗吗？好像那个是奔驰，不知道。这一停车场的车，就俩空停车位。其实我还挺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空停车位。按理说，这有仨停车位。不过，准确说，其实这都是人家拿那个柱子装。这写着呢，一汽丰田。原来那玩意儿叫丰田。对，其实都是人家拿桩子拦着了，所以才实际可能是人家私有，或者是那个就是他有特定的人的那个，就是高速公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。这个地方为啥都是这种车呢？